自理拍摄，准备执行另一项互助计划。这样子就是 professional 的。然后第二个造型呢是比较 fun 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啊，你可以。他和朋友打算在网上设立一个凝聚旅游同业的平台，让大家互相分享工作机会，让转换跑道的同业宣传自家制作的视频等。待旅游业复苏之后，本地的旅游领队同业还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互相交流，交换国际旅游资讯。其实我们一心是想说，现在这个旅游业被打击得这么严重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当它恢复的时候，可以在很快很快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回到像疫情之前的那个模样。 SG Travel United 这个平台呢，基本上就是要集合一些在旅游业打滚很多年的一些我的朋友啊，来一起在那边交流啊。所以我们想说，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只要天空开放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互相交流的交换资讯。我已经去过西班牙可能30次、40次，但是两年后的西班牙可能不一样了。所以假如说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只要是一个领队去了之后，可以立刻在这个平台上面就给我们一些 update 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疫情给许多旅游业者造成了人生的改变。51岁的资深领队林勉，这一年多来也深有体会。这个疫情带给我们的伤害或者影响是非常的大。目前为止的话呢，我现在在做那个安全距离大使，从去年 Circuit Breaker 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做，算是一个坚持来的。我相信这个平台呢，是对于旅游业，我相信以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是有潜质的。拥有29年的带团资历，现年55岁的何伟杰，也对陈聪颖创立的新平台充满期待。当旅校告诉我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呀，因为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想法，可是没有付于这个行动呀，因为不知道从何做起。借用这个平台，我相信应该会比较容易啊，然后呢把大家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尽管目前没有收入，乐观的潘白英仍相信终会有那一天，他会再次带着自己专属的小雨伞带团出发。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那些同事们、领队们，我们已经习惯了拿了这个包包就出门说到了差不多有一年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呢，还是呢要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包包还是会面对外地的阳光。这些年陈聪颖想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在能力范围内回馈社会，对于身边朋友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他心怀感谢。我真的是要非常谢谢他们，因为其实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啊，真的是可以感觉到每个人都很彷徨，所以其实当我找他们跟他们谈关于这个 SU Travel United 的这整个背后的故事，其实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就是突然间就觉得好像哇，有一道光。我们英文说啊， there's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 you know， 已经不是那种很 lost and lost 或者是不懂要去哪里的那种情况。 Good evening everyone and welcome back to Tay Tay Gram again， 大家晚上。突然间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啊，原来有这么多人相信你想的东西啊。有些时候他们传些转讯想说 I'm so proud of you， 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就很感动。你也给我个赞。其实我的梦想是做一个有用的人啊，可以回馈社会的一个人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捐很多很多钱才算是做有奉献，就算这种小小的就是帮人家拍个照片，我觉得也是一种帮忙。我想跟旅游业的朋友说的是，不要放弃，天空是蓝的，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很快很快的
展翅飞翔。Our supporters or donors, thank you very much. We almost done. 在发放活动现场 ，Razi 也透过直播方式让捐款者知道他们的捐款是用在什么用途上。Razi 和几位朋友已打算申请注册成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以便能募集更多钱来帮助更多的人。Since we are doing all the things, why not we go further? Then we can help more people. We can help in more people, help other people as well. So I have seen a lot of people helping me along the way. So, in my part, I would like to help with whatever I have. Of course, we feel tired, but it's very satisfying to see the beneficiaries smile, happy when they get all their stuff. It makes our day.更忙了。
新传媒祝大家龙年行大运。以下节目分级为辅导级，建议家长陪同孩童观赏。为什么要告诉你？说好一起行动的，怎么可以不告而别？叫这么多，请我们吃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些是我的。你的手什么受伤了？不痛。不痛也要处理，我去帮你买消毒药。吃东西又喝啤酒，他可能会弄革命才怪。喝点热牛奶吧，你的胃会舒服一点的。你怎么还没走啊？我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水泡脚可以缓解症状，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睡眠。怎么了？还撑不舒服吗？好久没有喝热牛奶了，以前都是我妈热给我的。
知道了，他对你表现很不满，你准备受罚吧。阿妈虽然年纪大了，但她的手艺不能被
Extra， 有效击退各种疼痛，双倍快速见效。因为能与家人分享欢乐，就是最大的幸福。让农历新年充满欢乐，毫无疼痛。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皮拉米啊，皮拉米啊，有一座歌，不但我忘记他的名字。现在播《People》电影啊，我倒还不知道哎。我印象中应该是钱不够用吧。电影啊，第一部啊，哇，那个是很久。狮城影剧1月23号星期二晚上8点八频道，从1月23号起，你也可以在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狮城影剧录》。身上套出情报来，他怎样？谢谢姑姑，马上赶过去。周彼得，告诉我，巨魔组织集团的幕后黑手是谁？霍先生。什么都不是。
据我观察，徐国英的为人正直，不像是正彼得说的黑警。晶片应该不会在他手上。我们派了大批人日夜守在机场，才跟踪了到正彼得。杀手组织却被我们牵到，这证明警方有内鬼。徐国英作为负责行动的警察，嫌疑最大。如果徐国英是黑警，他没必要为了弄丢证人而引咎辞职，他倒可以继续留在警队收集情报。也许他担心黑警的身份被揭穿，不得不离开。我不觉得国英是城府这么深的人。你才跟他接触多久？你以为真的了解他吗？是人是鬼我分得清。你太感情用事了。是你先入为主吧。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到晶片，那是我解军火集团的关键。还没看到证据之前，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调查徐国英。我只是担心目标错误会白费力气。其实你们两个说的都很有道理，不如我们就来一招引蛇出洞。资料都是假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正彼得？不管这个人是谁，他的行为的确很可疑。等下我们进去之后，大家要仔细的搜查。好好。USB 之类的东西，英杰和我负责楼上的房间，阿森你负责客厅，小江去厨房。来了来了来了，只要他们在书桌底找到假证据，四个人就会聚在一起，到时候我们会从他们的反应看得出谁是人谁是鬼。也许这四个都没问题吗？
不起，情报错误，害你白跑一趟。有线索当然要去查证，倒是你离开了警队还这么关心这起案子，下一次有什么发现可以跟你哥说。我哥也跟你去洋房。通知你们公司不是问题。你之前都说了做人要底线，你不想完成梦想吗？他对家的定义是否会就此扭曲？做生意要成功就要两个心，野心和不甘心，只要能完成梦想，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只此一家，星期一至五晚上7:30八频道，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以上节目是由丰臣 Density 不包现金回扣、零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喜庆团圆尽在美珍香以及 ERA Trusted by Generations 主要赞助。Nippon Paint Odorless 无气味。Nippon Paint Odorless All in One， 新加坡最受欢迎的油漆品牌。的时候是他们正在盖一个新的哈萨包的时候，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保暖？我现在要体验骑骆驼，你要尝试骑骆驼走这趟路程。这边的水非常凉爽。So this is the Golden Mosque, but I don't see any gold. 极境之旅，星期四晚上8:00八频道，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选择搬入区内的租赁服务单位。一名前南护士涉嫌在黄庭芳综合医院值班期间盗取病人银行卡信息进行交易而被捕，明天将被控。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商船的行动获得伊朗革命卫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从旁指挥和监督。另一方面，伊朗指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导致5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丧命，并誓言要展开报复。美国东部地区受到冬季风暴吹袭，据估计过去一周有至少80人死亡。以上就是5点的快报60秒。为什么要帮他？
还给我。他之前要你隐瞒真相，现在又要你销毁证据，下一次很有可能要你杀人灭口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要拿到证据就决定怎么做？情报局局长，你竟然为了利益出了情报给罪犯，违背良心，违反职责，你算什么警察？你何妈为我们取的名字，是希望我们长大能够成为英雄豪杰，巾帼英雄。从小就叫我们要分清是非黑白，要做对的事。结果呢？什么除暴安良、伸张正义，通通都是屁话。我知道，是我做错了，是我让你们失望了，爸爸对不起你们。可是你们要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难道是为了我们？如果不帮他们，他们是不会放过你们。我已经失去你们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们。我们是警察，维护正义是我们的责任。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心里有多大。我真的不明白，他们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自己？好，你别说了。从小到大，妈是什么保护我们？为我们着想，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他们？叫我相信，可以。你自首，还是我帮你？够了，难道你要亲手送爸去坐牢吗？你真的忍心这么做？我们是警察，没想到你真的答应接受我这个 challenge 啊。我答应你的时候啊，还以为你提出什么特别的要求，结果就想有人陪我看电影吗？就是这里了。Couple seat， 又大又舒服。
久没有坐这个位置了，难得今天由你来陪我，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好机会呢？老板娘，如果给别人看到我们两个一起做考报戏，可能会引起误会，吓跑你的追求者。我就是要让他们羡慕你那么英俊年轻又有型，就证明了我有市场价值。你就满足一下姐姐的虚荣心吗？嗯，为什么笑得那么奇怪啊？我有惯性失眠，可是连续两次都在你身边睡着。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在我身边你就会睡着？是一种像妈妈的感觉。你说我老？不是，是一种让你安心的感觉。好了，轮到你了，你要我陪你做什么？是不是做什么都可以啊？ OK， 你家还是我家？你看到没有？刚才有信号，就是证明有人尝试在阅读这个镜片，可惜很快就中断了。到底是谁拿走了镜片？要钓大鱼就要等，给点耐心嘛啊！哎，我进来，进来。啊！我的脚，安哥兄弟，怎么了？不行不行不行！安哥兄弟，这是什么药？医生叫我吃我就吃，我现在把每天都当作是赚回来了。但那天一来到。拍拍屁股就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
Thank you.
Okay.